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动动摇与7297的系列影片，我是 Eric。 在这影片呢，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呢，在你的电脑里面运行轻量化的物联网系统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这个 Google 浏览器，当然或是别的浏览器也可以，在网址列这边打上关键字。MCSLITE， 好，这个程式的名称叫 NCSLITE。我们在第一个网址列呢，就可以第一个搜寻列就可以看到 NCSLITE 的介绍。我们点选进去，里面呢会有这个 NCSLITE 的这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主要呢就是呢，它是一个物联网的云端平台。好 ，Media Cloud Sandbox。Limit Edition， 简称 NCSLite， 它呢是一个轻量化的桌面程式，可以呢在你的笔电或是桌机，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去运行，它可以跟你的7297去做联动，7297可以加装我们的感测器 ，OK， 那可以把感测器的数值上传到这个 NCSLite 上面，你也可以呢在 NCSLite 这边，制作一个网页的开关，控制呢我们的7297的 LED。那它这一个常用的作业程式、作业系统呢，有 Windows、Linux 跟 Mac OS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里的主机都是 Windows 系统，那有一些人呢也是 Mac OS， 它也是可以执行的。那更少部分呢是 Linux 作业系统也是可以的。那常常呢有人会把这一个NCSLite 呢，可以用在 Linux 作业系统，例如呢在树莓派上面也是可以做运行的。好，那了解这些简单介绍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立即下载 NCSLite 的应用程式。OK， 我们呢就把它点击下去，把它打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由于我的笔电是Windows 系统，所以我就以 Windows 系统来做例子。这边有个 Windows Zip。OK， 那你点击下去呢，它就可以进行下载动作。那我这边已经有下载过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按取消。好的，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一个 NCSLite 呢，它的资料夹叫 Win64，它已经解完压缩，在我的资料夹里面了。好的，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解压缩的档案，我们把它开启。好，那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来执行。这边有一个是一朵云的。联发科这个 logo， 它的这个档案名称叫做 MCSLite APP， 执行档。好，那我们就点两下执行。好，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 Windows 呢里面呢有装这个 Windows Defender， 那它这边呢有这个就说保护你的电脑哦。那当然你这边就请按这个其他资讯你不可能不按表执行嘛，所以只有其他资讯可以。这边呢就写人要执行，点选人要执行。好，这边呢又有一个安全性警讯，安全性警讯。好，那这边呢两个其中勾一个，那就按允许存取。好，那由于第一次使用呢，我们的 NCSLite 呢需要做注册，需要做注册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填选我们的昵称，昵称。还有我们的 email 密码跟确认你的密码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昵称就打我自己的英文名字好了。那接下来呢是 email 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呢直接，因为我之前有注册过，那他就把我记好。这边呢其实不用太纠结这个邮件跟密码。你只要有老鼠这个 at。在里面，它就让你过了。再确认一下你的密码。OK，好，接下来就注册。注册完之后呢，它就会重新登入你这一个页面。好，那我之前有记忆过，所以我就可以登入。到了这个页面之后，我们可以呢，这个搭建呢就算暂时的完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网路伺服器。
那这边注意到一点哈，这边就是等于是在你的电脑这一端呢，我开启伺服器，让7297的感测器哦可以连进来。OK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啊，我们就点选启动，点选启动。好，点选启动之后呢，哦这边又有一个叫 Node.js 的这一个帮我抢，好，我们就按允许存取，允许存取。好，好。那这边呢，哦，它会跑出两个 IP 网址，哦，那通常我会选择这一个尾数不是一的，哦，通常我会直接选这一个0跟104啊140破3000，因为这个 56.1 呢，哦，之前有试过7297连上这个 IP， 它会连不进去，哦 ，NCS Light 会连不进去，所以呢，我都是会选这一个。那接下来，我们不是点选 NCS Light， 因为你如果点选它的话，它会虽然会开启一个视窗，但是这个视窗呢会稍微有点小，哦，会稍微有点小，会不好操作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好，一样贴到我们的 Google 浏览列。好，那贴上去之后呢，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NCS 欢迎的画面，跟刚刚的这个视窗很像。哦，那我本身的 email 跟密码已经有记忆起来了。OK， 那我们就点选刚刚所设计的。哦，还是要再输入一次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它没有记起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登入。OK， 那这边的话，哦，我们已经成功的在我们的电脑呢建立起这一个 NCS Light 这一个云端环境。那下一部影片呢，哦，教大家如何去创建，哦，我们的这个开关通道，哦，甚至呢显示通道，哦，然后联动到我们的7297这个装置来。好，今天这个分享呢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 粉丝团找到更多你喜欢的内容。